场活动呢非常有意义，也很生动。这个也是你们看到了，世界有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风俗习惯，但是人类追求美的东西都是一致的。到我们的美国的国土上，然后去弘扬我们中国的国粹。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我们是有责任和有义务去做这个很有意义的事。我们一直都是旗袍传承人，也是希望我们能够把中国的文化真正的带到美国，能够让更多的华裔来热爱中国的文化。还有经典的中国元素要推广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所以人类也是追求美，还有我希望不同的年代还有不同的职业的女生要把职业当成是美的一种职业，要经营自己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希望我们的中国文化也在我们这代人能升华了，而且希望中国文化在我们的身上可以看到一种标志，而且我希望我们能可以成为一种怎么说是中国文化的桥梁以及代言人。相辅相成的，健康与美丽一定是同在的，所以我希望我们作为一个传播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五千年的文化，把这种古老的东方的文明传播到世界每一个角落。江旗袍和我们 Julie 一起来主办这一场快闪秀，目的呢就是希望我们洛杉矶更多的华人来爱上我们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包括一些戏曲文化还有蜀绣文化。我们也期待就是在各大媒体的支持和帮助下，能够让真正的中国的元素和文化走向世界。那么这次非常开心可以来到我们这个
印象四川的这个活动，然后可以在好莱坞跳我们的中国的广场舞，非常的自豪，也非常的高兴。所以希望我们中国文化可以红遍这个世界各地，也希望中国广场舞给更多的华人带来更多的健康和快乐。在这里带领我们的中美的这些游客一起穿着旗袍弘扬中国的广场舞文化，他也是中国健康的健康大使，很高兴能把中国的广场舞不仅在中国传播，也可以传播到世界各地，在我们华人中间，也在我们美国的朋友中间，非常高兴，也希望这个美丽中国的活动成功。所以我在这儿呢，我想给大家说，我是土生土长的四川川妹子，我生在成都，长在成都，所以我爱成都，我爱四川，我也是为我是中国人骄傲，我愿意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做一些义务责任的贡献。